新超，新农新超市对面就这家金师傅，地址8279 Broadway， 他们还卖珍珠奶茶、特色冰饮、各种糕点。今天到里面去买一杯咖啡，买一个菜肉包，他的菜肉包非常好吃，不相信你来试试。喝一杯咖啡，不要糖。多少钱呢？还有个包。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糕。这里买了3.1元，买一杯咖啡，一个包菜肉包。麦当劳咖啡要2元，但是不一样，麦当劳的比较大杯。哇，真的好好吃，包皮啊很软糯，馅料也很好，味道。不想是你来吃下，好吃好吃。好好吃，1.75元，包括咖啡3.1元。这就是我的早餐。不是打广告啊，真的好吃的菜肉包。在法乐山买这种包没有一次买的好吃的。吃，好吃好吃，吃完了吃完了。南美洲美女讲什么听不懂？在喝咖啡，好喝好喝咖啡，吵死人。那个外面的，叫我给他1元。对面这辆巴士到云顶去的。不是我们这里的云顶啊，到上周的 Cascio 都是大妈大爷去的，去赚点小钱。到新农新超市买点菜。金师傅啊，西饼面包，刚才就在里面吃个饱。有一位大爷，他说有一位大神要求每个人给他1元，所以赶紧走。我口袋没有1元，散的。五仪二饼啊，五饼二鱼没啥生意。静悄悄后面开了一家香港美食城啊，大的竞争特别厉害了。你看这生意怎么做，惨淡的生意啊，没有两个人。四菜一汤9元，你要吃什么啊？等一下等一下，
以前这里卖咖啡啊，现在也没有了，卖寿司也没有了，太惨了，生意太惨了。哦，这里的西瓜比较便宜啊，昨天昌发法拉盛昌发13.99，一模一样啊，这里11.99，所以新农新乐物价比较便宜。今天买椰浆煮家梨肉骨茶4.99啊，买这种椰浆啊，哎，我要买小的，涨价了，本来1块钱了，现在1.29。哎呀，买两瓶煮家梨。这种可以买吗？手打林怡华，5包，10块钱哦。大白菜啊，4.9一磅。哇，这南瓜很漂亮，做南瓜汤好，6.9一磅啊。非常漂亮的番茄，串番茄，4季豆7.9一磅。割韭菜也有便宜，1.49一磅。通菜2.49一磅。买了2罐椰浆煮家梨，今晚上家梨鸡。干嘛？要走不走啊？下重本装修，香港美食城，可能要打造什么东西吧？超大的美食广场，你看。好了，吃饱了，走了走了。